十五岁当阵，就是因为嘛是食酒吼，啊帮朋友。高中毕业啊未？毕业，打毕业，打毕业迄年，啊就是规定就加做伙嘛，啊唱 KTV， 啊唱 KTV， 即马朋友甲冤家就画嘛，迄当也无手机啊嘛，就用画啊画画，阮就装起，装起就看有人就开始拍嘛，啊拍的时阵就乌多白当拢。对啊，你讲话清楚就是讲，你的朋友。在 KTV 里面唱歌，啊，你说不同房间就对了。对。啊，因那边发生冲突了。就是有人进来包厢内底讲啊，冤家啊，咱的人向拍，还是安怎，啊，就冲去，因为那是在地下室嘛，啊，我们就冲去，去就一直行过，行过，差不多无到二十公尺，就拍起来嘛，啊，拍起来的时候，大手杀就一直卡，一直卡，啊，就安尼拍，就死啊，那就两个当兄弟死啊，系啊。哎，当然袂感觉啥。隔天到警局的时候，你唔知要闯下大祸的。唔知啦，因为要拍的时阵，你脑里想遐多。咱一定迄种少年的心态，拢想讲吼，想较敢，想较冲。拍的时阵，大家会喊的。会啊，啊，就有人讲拍好戏，拍好戏，拍好戏啊。啊，大家咧拍，对咧拍嘛。啊，拍，啊，来再拍到死。啊，落尾去警察局的时阵，我当然拢唔知影啦。唔知讲哦，就拍死人啊。还是阮老爸来警察局的时候，嗯，伊讲你，可是啥咧？讲你莫讲啊！哦，因爸讲你莫讲啦，莫讲你有怕啦。我就怕了，怕。叫你闭嘴啦，闭嘴。对啦，那时候我们的想法就是，啊，咱敢做敢担当，咱从来就爱讲我不怕，对不？哎，三组的。写名嘛，三组就是刑事组啦，刑事组啦。写名讲，哎，这等落你，啊，你的名在你内底嘛，叫你有拍的人打勾，然后就打勾自己，然后就交出去了。啊嘛，唔能拍死人。啊，恁爸唔是叫你卖清人？啊，本来知，我就是讲小拍尔，然后要紧。啊，结果知影讲，啊，恁遐死一个，两个重伤。啊，迄当时嘛就感觉讲，啊，死就死啊，无是变哪乖尔。迄当时的想法，十五岁，哪毕业尔？对。然后又。跟这些所谓的男模囡仔讲兄弟唔是兄弟，对不？讲卡唔是卡在做伙，你也感觉讲兄弟就是你加做伙，你就是乖尔。爱当观念，我想啊，无来管一个开大尾，深造对啊。因为迄当阵老一辈教育嘛，你就是爱入去了后，你出来看的代志角度、处理代志的方式就拢无同啊。啊，你就想一定爱入去管一届。所以我就打，啊，你是属于主谋哟？嘛，不是主谋，变迄人以杀人罪起诉的嘛。哎，是少年啊，少年犯啊。对，啊，刚好被一直拍到变成伤害致死。迄种未成年啊。啊，所以判我。本来是九年六个月。啊，就一直拍，变九年，过来四年六个月，过四年。我拍到十年啊。啊，官司打十年了，这么久啊？你爸开我几钱？开一栋厝吧，为了关系开一栋厝。嘿，迄阵我变我律师嘛，请较济啦。哦，无怪律师拢穿西装名牌。好谈，一定爱我，一定爱我。好谈哦，好谈。无怪你即摆都爱卖面。无怪，迄当时咱都不要读册，对吧？哦吼，啊你迄个算收容所来滴，你敢有反省？其实去比迄当时收容嘛，去比管务所的时阵，你知道一去迄个感觉佫出来啊？因为内底着搁分啥物，砍数你听，哇，有杀手啊，有换房的啥物，讲较清楚，我听拢无。没，就是里面让大家知道阶级，因为年轻人关在一起就会分换房的，就是换房是什么？就是这个房间一定换，哦，大小是他在处理处理的，对。然后有分什么杀手，就是哦，你新收了进来，你若要拖土，你就是先甲这个拼，那拼会过，你就免。这本书唔免入库补哦，而且拍这个对对对，啊，你啊话拓榜就是中来嘛，什么意思？拓榜中来就是讲，我一个要打你们全部啦，我不怕你们。啊，如果打输嘞？啊，打输你看守就背起你啊，因为你不可能打赢嘛。对，因为内底后关，十二岁、十五岁、十六岁，你免他怕呀。但是你打输也是胆，显示你有胆量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啊，就特别就是话怕的怕，啊怕嘛是，至少我。你内底无武器嘛，所以只有拳头嘛，嘿。我免。
洗内裤洗洗裤布啊，嗯嗯嗯嗯，唔免洗便所啊。裤布就是迄个刷牙的啦，对，就是用那个吃饭，用那个吃饭啦。嗯嗯嗯，哎，当然就是入去内底嘛是，你杀手换房，搁啥？啊，搁一个什么啊？分析看嘛，收久我袂记咧。好好好，安尼你还搁入去一个？不，袂记咧，你成年了，我袂记啊。收久我袂记啊。复习。那是变那收，咱。告别人等演讲的时候，哇！你干嘛？我还干嘛？那种回来的感觉，是不一样的。嗯，较早我是关遐，吼啊，坐咧下卡听人咧讲过。嗯嗯。啊，我今麦等来教这囡仔，讲我的过去给因听。对。你说那个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。迄天我从母啊等，因邀请我去等去嘛。啊，等去了。什么人邀请你过等？就是关务所的。哎哎哎。啊，邀请我等伊。讲你反省改过自新的故事，然后我就告诉他们，其实我关在里面的时候，我从来不会去想说我犯的错。嗯嗯嗯。那时候的感觉就是，我出来就是要搁较大尾，都完全不会去反省说我已经打死人，我要认错还是怎么样，都完全都没有。然后是直到后来在成人监狱，就会开始反省。嗯嗯。原来性命是这么宝贵。哦，就开始写日记啊，我出来以后会好好做人啦，有诶无？然后再回到管务所演讲的时候，那个感觉就不一样了啦。嗯哼，我知影讲，哇，较早是坐咧下骹咧用教迄个，即马转来教即个囡仔，互了解讲。哦，以前你是听，就是改过自新的人来跟你们演讲，也不是，就是有牧师嘛。嗯嗯，爱就是讲一寡大道理互恁听嘛。对。啊，咱拢听袂落嘛，因为你唔捌行过，你讲这個我听我听袂落，但是咱捌行过，咱讲话听的时候，因我都接受，因会感觉，我就甲因讲，你唔免去浪费十八年的时间，又回到原点，像我呢，佮重新开始。啊，你迄个换房的，迄个房内底关偌济人？八，啊八，内底都有换房的嘛？知影？你敢知影换房的啥嘛？知影。知影入去啊？对。啊，然后你佫有内底真济是杀手嘛？对。吼。啊！入面就要化工，啊！你要拖土，无你来去洗便所。嗯。啊！你安怎？你讲啦。总来。拖房啊。拖房的意思就是全部，我全部。对对对。全部你入面就拖房啊。拖啊。我有。啊！化房有比你大汉无？较大。十八岁。哦，十八岁。嗯。但是你这样一打下去，伊就感觉讲哦，你叫小仔。嗯。那会打到什么地步？其实不会打到你一打就会乒乒乓乓很吵嘛。嗯。主管就来啊，啊就叫出去，拢哭咧，啊单杠吊咧，啊就甲吊，一直吊，吊到你乖为止，嗯，无也顶吊，输你卡上啦。是，啊你伫内底有当愈乖愈大尾无？其实看啥物卡啦，你讲一寡倒来有知名度的，你讲入去真正。实在会愈侪嘛，对吧？啊，你讲啊，毋是卡的人，你要来这，是安怎讲吼？做贼仔的，会手法手路愈来愈高，入去聚在一起研究嘛。啊，卖药的聚在一起，就是你讲药啊，对吧？我出来佮佮你交流。徐荣，咱的监狱算应该是研究所，研究所对吧？啊，就是互相研究嘛，啊，背管背给愈后背啊，对。啊，你若讲会关啊愈大愈大背无？其实。看每一个人心态不一样。那为什么监狱没有帮我达到所谓的教化功能？教化功能，你讲我去关有啥物教化功能？我感觉对我来讲无啥，啊，就关尔，同款嘛是咧过生活。只是环境无同，无自由安尼尔。但是你入去内底一礼拜了，你就惯习啊。就是局限于在这空间嘛，你已经习惯了，习惯了你也不感觉啥。